我们总在路上，马不停蹄奔向未知的远方。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。哎，这周我请吃饭，你一定要来哈。走了，拜拜。现在每天都觉得自己好累啊，关键是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累。你找的一封信。嗯。丁丁丁。啊？该打的该。姚敏，凌晨，不知15年后的你们会是什么样子？这是毕业旅行时我给你们写下的信，你们还会是这么爱笑的女孩吗？无论什么时候，请记住我们的约定。如果不开心，就回来找我吧。我要去找他。你就凭一封15年前的信，你怎么去找他呀？你们选择了走出去，我却选择了留在福建。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叫丁力的人啊？没有，你在哦。因为这里的山水人情都有一股原生力量。许多年过去依旧鲜活。哎，小心。一边拍照一边走路，哎呦，对不起啊大叔，被吹倒了。但是呢，他现在呢还是一个风景。你帮我拿一下，我指给你看啊。有一种说法叫做老树发新枝，老树发新枝。大叔，你这碗鸡汤我干了啊。厦门的市花三角梅能够在盐碱地里开出花来，哇，这么一大株啊。还有古渡口那块大石头，许多人从这里去了异国他乡，走得再远也会回来。哎，还是没找到。听说我有种直觉，我好像离他越来越近。你要不戴眼镜什么的。走过那些小巷时，你说过要像他们一样乐观，每天都在歌唱。那个跟您打听个人，您这有没有工作人员姓丁叫丁力的？离开一年多了，非常大，有20多米，你把缩小了。结果莫寻求，偏碰最重要。我一直不太敢回到故乡。辉哥，起风了，你那丢马路不会应该吗？因为害怕物是人非，害怕相逢陌路。就问一下，这个房间是不是一个长的？靠着山，并不意味着你有靠山。面朝大海，背着水，却意味着你需要背水一战。离开，似乎是注定的旅程。近一点。是旅行，去一个温暖，远一点就成了人生。陌生人，我也为你已祝福。我常常想，我们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相见呢？从明天起，和每一个亲人同行，告诉他。其实看见那些真实的人，真实的人间烟火，我们就已经看见了彼此，看见最真的自己。告诉我的，我将告诉每一个人。是啊，福建，人生海海，有福相见。